啊，投手球上呢，现在是欧舒城上来接替，那这是干净的一局哦。这球吃到好球带，护球护得很好，王以诚解决掉了有速度的陈晨威。啊，削到了，触身球保送，断了蛮精准的。挥棒了，这一次挥棒落空的三振出局，欧舒城投在一个 perfect， 那真的叫做最完美的 location。平飞过去了，越过了二垒手的防区，那要往三垒去，球传向三垒，再传向二垒，哇，利用蹭传球，余德龙利用这个蹭传球呢，进站二垒。好，这个飞球呢是有守备的机会的，佟麟恩已经是站定位了，这个半局的攻势结束。